好啦，为着要予大家有时间，同问啊、甲回应啊、甲阿伯老师伫后壁去补，我大概用三五千就好。第一早起有一个宋学文议长，伊有咧讲着即个约书亚书的即个故事，啊，我有准备一个经文，讲我就讲上帝敢有弃杀伊的百姓，断断不是。那用中文来讲，那么我要问，上帝弃绝了他的子民吗？当然没有。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。对你这个开放空间的期刊，大概是六十九页，我有大概介绍伊的历史啊，甲伊的用途。林德禄教授所引进，就来伫台湾，这个民主化。啊，甲对一个组织、人民，啊，甲一个国家要建立的过程内面，第一条拄只美国的牧师已经介绍 ，Urban Rural Mission， 就是讲透过这个组织人民用听甲微博这个方式，争取人民的关心。第二条，陈老恩教授伫2002年又完伫林德禄教授鼓励下面，伊倒来台湾分享这个 Sir Martin Luther。中情第三者，这个部分是对人甲人、团体甲团体、国家甲国家的之间的冲突，啊，有一种解决的方式，就是 conflict management， 还是讲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能力。林德禄教授 Albert Lin 伊所介绍一个第三套，就是我今仔在介绍这个 open space technology， 这套工具就是组织。那人民的内面，拄到真复杂的问题，也是真歹解决。头前唔知要安怎做，未来唔知要安怎完成。迄、那个中间，即、這个组织内面、人民内面真背景真无共款。伫即款的组织者的中间呢，即、這个引传 facilitator 来用即个 OST 的方式来引导即个会议。所以六十九页内面有讲到，这个真复杂，也是真困难。啊，大家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运用开放空间的会议方式上适当的时阵。所以这个时阵呢，就是会当安尼做。啊，伊会当用一日、两日，还是三日的方式来举行。每一个无用无同款，用无同长度的时间，有无同款的结果。上完整的用的时间是三日，啊，但是你若剩半日，也是会使。但是你个来当有半日的休息，三日就是一个完整的休息，而且有那会使继续搁引出落去。所以对你一个组织的拄到的问题，到底要追求一个民主甲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台湾人民来讲，这套方法。是帮助咱共同来追找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式。但是高压的图，这个图就是讲一个组织有可能进入这个图的线呢，有可能开始一个出世、成长、高峰，还是讲开始打落来、开始下落来，啊，说不定在亚东，哦，但是伫迄个时阵。还要重新来找到迄个创立的精神，就是这第二个线，伊阁家救起来。所以这个救起来，就是迄个 spirit， 伊的组织的这个 spirit， 要安怎让伊建立起来？所以这个开放空间的底卡，而且有规章的这个规则，第七十页，伊在进行的时候有按照哪个步调？啊，伊的。进行的是原则，五个原则。啊，但最后会当讲的，就是讲，我用这个原代人句来讲，开放空间就是一个人们可以有效讨论以解决错综复杂、暗藏冲突且气虚立即处理的议题，并触动组织改变的过程。这就是迄、那个，我的老师阿伯所介绍的这个老师，伊
伫七十页最下面，伊是写英语，写讲 Open Space Technology is used for spirit self-organizing meeting and for engag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 in change processes。这个是 Larry Peterson 讲的话吼，啊，有一个网页，佮过来新页七十页就是这个表，讨论的是个表。啊，袂使甲讲，你袂使去讲，你爱去继续去讲。哦，伊讲的意见就是意见。七十几页，这个方法，这个记录的方式就是，大家人共同同意了才当写入去迄个内面。头一个是唔免别人同意，你讲你的；第二个是爱大家同意的。第七十三页，这是迄个一寡关键的海报，互人知影吼。第七十四页就是咧讲，我有十几年的时间，我咧用这个方式咧带讨论。七十五页起，这就是最近七月的时阵，伫玉山市立医院用这个方式带阮居民的产业发展的同工，有差不多三四十个人做伙讨论的过程，完整的三日。这个过程包括这个天数表的七十六页，这拢有迄个安排的时间伫这个所在。伊的记录最后有迄个成果造出来。其中有一个我看做原来无可能有成果的阿里山的一个部落，叫做尼亚乌斯纳。这个部落伊竟然有准备明年有要有生产1600多万的收入。敢若袂得顺，咧收入1600多万，所以这是一个例。第二个例就是妇孺，妇孺伫113页，叫一个妇孺，因个题目讲如何吸引妇女委身妇女团契，啊，伊是敢若用1日半的时间，啊，因个讨论的内容拢伫后壁，接来伫对落去的所在，啊，这互咱家己看。第三个咧，就是伫124页，即摆台湾的大学有168间，然后咧，即摆囡仔生了较少，所以有这个少子化，啊，咱要应用这个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。迄阵啊，因为爱我用差不多无到一日的时间来带这个讨论，啊，这个成果嘛有一只，所以这个台湾的大学需要做调整，是伫这个所在。啊，即个拢是大学的校长，啊，这个大学的董事长，因来做伙讨论，爱我甲因带这个讨论安尼。第四个爱互咱参考的是131页，这个就是咱遮在座有真侪人足期待。这个是我的一个老师，叫做 Larry Peterson， 伊来带这个研讨，伊的题目叫做 Two Words。A vibrant democracy in an independent Taiwan, opening space to evolve the next vision. 迈向独立台湾的活力民主，展开后续愿景的开放空间。所以这个会议拢总有这个两日的时间，它内面的讨论包括前面讲部长蔡明的教授。伊有哪有带一组？即摆的立法院的秘书长林志嘉，伊也带一组。啊，所以遮咧带这个讨论的人有真侪，遮成果拢伫这个所在。我以上安尼甲恁报告，啊，我相信林德如教授所引进的这个三课的功夫，会当帮助咱。我甲时间到，林德如教授。